是刚关这个车的呢，白新年6月28号，上班的时候呢20:08了，他现在有一个泰鲁格时间了。今天2022人潮算蛮少，如果下面干嘛咱们都见不到，就那麻烦。已经开始骚动了，骚动，感觉到有了，有两个小屁孩，看到，在一月台两个小屁孩，怎么照啊？你要拿手电照死他，对，然后朋友在酒侧等，是带好看的，好看的，大家又看不到，下个月就换了。这个月就换了，下个月，然后7月就换了。哎，这有199块，这烂死哦，这个99块呢，你看还有这个呢，很亮啊，看到没？看到了，99块，要不要？